你骗过我吗？当然没有。凌晨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芬芬有可能都迟到了。那芬芬，我们先去忙了。祝福你啊，芬芬。 给熊哥来了，你好，哎呦，给熊哥单独的机会聊一聊。那过来吧，这边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走了走了。大熊，你怎么来了？芬芬，大媳妇儿怎么我能不来吗？这个送给你。啊，不，拿着。这个媳妇儿，正是媳妇儿，我俩现在已经是不是成年人了？芬芬，终于找到真爱了，我比他们谁都高兴，我也算是娘家人了，漂亮话也不会说。 我永远祝你开心、幸福。大熊，来吃点东西吧。芬芬，高兴点啊！明琛哥，明琛哥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 昨天是又喝了，没有没有，欢迎今天少喝点。娜娜，我们都已经长大了，你也会找到一个爱你的人。明琛哥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们在聊小时候的回忆呢。是。 您确实有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，芬芬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心不在焉的？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。你说。你骗过我吗？我怎么每次看到都别扭？还好。 祝你们幸福。不好意思，这次来的仓促，什么都没有带。等你们正式婚礼的时候，我会准备一份大礼。许明晨，你骗过我吗？当然没有。
我不是为了让你去伤害明晨跟芬芬的，我还跟明晨说清楚的。芬芬知道真相的原因都是因为我，所以你不要。我就是不想让他们在一起。你是不是疯了？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，你觉得他们分开了以后，你还有机会吗？我早就不在乎有没有机会了。许明晨他哪怕谁也不爱，他也不会能爱上那个女人。你别这样。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我白冰那么努力，那么用功，我做梦连想都不敢想的事，他陆芬芬可以轻而易举的就得到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啊？我告诉你，我白冰得不到的东西，谁也别想，尤其是那个陆芬芬，她不配。其实你们都是在利用陆芬芬。 只有我才是为了他好。你觉得，一段依靠谎言来支撑的爱情，它会长久吗？也许你们男人会说，谎言嘛，说一辈子就是真的了。可是你以为我们都是傻子吗？就算我不说，那陆芬芬自己也会知道。 怎么了？被吓到了？后悔了？后悔了就离我这种坏女人远一点。白冰，我希望你这次真的是不会后悔做这件事。白冰，谢谢你送给我和芬芬的一份大礼。明晨，都是因为我。我明白，你说的没错。如果没有你。 芬芬也一样会知道，所以我根本没有打算归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当做不认识吧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不会再打扰你的生活了。姐一笑。 芬芬，芬芬，哼！我隐瞒你了，对不起。你还有别的事情骗我吗？绝对没有，我拿何乐的性命发誓。 好了，你别生气了。我能不生气吗？你都知道了，你还不告诉我？果然，女人的友情就是不靠谱，特别是结了婚的女人。我现在就叫何乐过来给你打一顿。我不要，跟许明晨有关的人，我一个都不想见。还有这个，你给我拿去，还给他。 芬芬，坦白说，我觉得这世界上哪有一段感情是完全纯粹的呀？只要他的私心没有影响到你们之间的感情，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你到现在你还在帮他说话？我不是在帮他，我是在帮你，幸福才是最重要的呀！你现在知道了一切。 除了给自己心里埋下一根刺，还有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这真的太恶心了。我理解，没有人希望被欺骗。乔伊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想了，但是我想告诉你。 我很珍惜你，我也很珍惜你。
所以你陪着他们一起骗我这个事情，我就原谅你了。纷纷说了，他就算倾家荡产，也要把欠你的钱还上。这是股权让渡书，你只要签了字，他立马打钱。我缺这点钱吗？纷纷说他知道你肯定会撕掉，就让我多带了一份。你到底站哪一边？没办法，我只能站乔伊这边。果然，已婚的男人经不住友情的考验。既然他想划清界限，那我就如他所愿。你还真签啊？不是你们俩干嘛呢？在这互相折磨。您看一下这份资料，这是我们继 Kiss 桃红之后准备推出的红酒方案，目前已经收到了很多的 pre-order。不好意思啊，您先到那边看一下。好嘞。爱，就越不敢说。芬芬，你要坚强。谁啊？是我。你走吧，我不想看见你。也不想听见你说话。你真的要这样吗？我最后问你一次，原不原谅我？你先把门打开吧。如果你觉得我是随便的女人的话，那你就想错了。
那你不打算原谅我了？这是合同，你看看，要是没问题的话，你就签了吧。什么合同？每天一个吻的合同，陆芬芬，就像我们最开始那样，我说的话仍然有效。 你不是无偿接吻，你签合同，你可以提出任何条件。这什么狗屁契约啊！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凭什么让我永远跟着你的节奏走？好，既然你要两清，我们就干脆点。股权让渡书我已经签好了。 我会如你所愿，撤出所有投资。没有问题，反正我也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牵扯。等下个路口。